魏老师好，大家好。李师姐，李师姐，请问你点解带咁多你嚟上新学嘅咧？其实就唔系我自己嘅，咁系因为我个女佢出世嘅时候，因为我女儿啊。哦，其实不是他的问题，是他的女儿出生的时候呢，他的脑部啊缺氧啊。这个小孩的时候呢，一岁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做工作了，他就想好多的办法去帮助那个小孩了。当时他缺氧，他的小孩的情况到了什么样子啊？其实他都不识转身噶，都到而家都未识坐嘅。当时他的小孩呢就不能够积极转身，到现在还没有能够积极坐的。今年的五月的时候呢，他带了他的孩子到调整站去调整了。咁直到而家大概有半年嘅时间到啦。咁其实佢嘅活跃范围系大咗多咗嘅，同埋使用多。到现在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吧？他的小孩已经活动能力啊强了好多，而且啊，他好顽皮的。我们给他一个掌声鼓励好吧？非常好。因为呢，刚好现在就是开班的时候呢，他就马上来学。他学了以后呢，自己更多的时间来帮助他的小朋友。所以呢，他就趁着这个机会呢，他又有谢谢魏老师，还有谢谢很多帮助过他的师兄师姐啦。那么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？现在？他说他的心情现在是很兴奋、很紧张。那么我们就给他一点鼓励的掌声吧。多谢啊，你师姐帮你的帮忙。